欢迎收看《金融曼哈顿》节目。好，那么今天指数呢，来，欸，今天很强哦。今天指数的话就开高走高，来，今天收盘的时候，今天指数是119点。好，开盘的时候指数呢开高之后就一直都很强。好，那么成交量今天是2751亿，那比昨天稍微增加一点点。好，那指数呢今天收盘的时候其实也收相对高点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是17946，好，那18000又近在咫尺了。好，那所以上次我们就讲过，来，这一天拉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讲说，它还是会上去啊，好，就是那个时候短线反应了一下，你可以说它很短线的利空，但是其实就是很短线而已啊，好，所以我说它还会再往上面，然后这个高点不是问题，好，那结果呢，隔天以后上来，那昨天的话呢，过了这个小平台，好，那今天再往上，成交量今天开始稍微增加了一些。对不对？那这个高点呢？我觉得还是不是问题。好，因为我当时讲过嘛，18000其实是一个心理因素啦。好，你说那是代表什么很实质的意义吗？其实好像也没有。好，应该说它就是一个心理关卡。那心理关卡这种东西就是你一次两次，好，再来就真的会过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就是不适应嘛。一开始说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18000都不适应啊，对不对？上去后就拉回，第二次再上去了以后，对吧？还是有点不适应。然后再拉回，但是拉回就不多了，它会越拉回越少，然后再来这次再过的话就真的过了，因为渐渐习惯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是真的很实质上的，不是很实质上的一个实质面的压力啦，应该说是心理因素比较多一点啦。好，那而且现在重点是今天都已经这个12月，今天已经23号了嘛，对，那接下来马上就要反映接下来的这个2022年的新东西啊，所以法人都很积极啊，对不对？投信，然后最近就一路大买喽，对，那投信买都是买明年的2022年的新东西啊，因为2022的新东西再过几天就到啦，再过几天就开始进入2022年了，新产业新趋势要不要买？对，当然重点都是在那里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接下来新的东西、新的科技你一定要买好，新科技通常也是最有爆发力的，对，好，所以呢，那我们就等着看接下来，反正就是会创新高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指数啊，那个股的话当然就会更强啊。对，来看看，标股其实还蛮多的，对不对？新商机就自然会有新标股嘛，是不是？那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档而已啊，所以一档接一档其实都非常强。对，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立台今天也创新高啦。好，来看看立台 NVIDIA 的元宇宙平台有没有？这是这个礼拜哦。好，这礼拜还没过完，今天礼拜四嘛，对不对？但你看这个礼拜四天的时间里面，四天其实都非常好，对不对？从第一天开始跟大家讲，然后预告在前面，好，其实我们比较喜欢事前都先预告你啊，事前先买好，先预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买好之后，就直接往上，是不是？来，立台，礼拜一就亮灯涨停了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讲立台是。我那时候讲立台是因为前面很多人错过了 ，Oh my god， 对不对？然后所以我就说，你如果错过的话，一定要把握，是不是？那一档接一档，一档接一档，好，一档接一档，还有很多标股。好，结果上礼拜你把这个好先准备好之后，来礼拜一有没有？礼拜一涨停，这礼拜其实现在才礼拜四啊，是不是？礼拜一大涨啊，礼拜二也是大涨啊，对不对？礼拜三又涨停，是不是？今天早上又继续创新高。好，今天早上到98块钱，今天再创波段的新高，等于说这个礼拜四个交易日哦，四天里面你已经有3天看到涨停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强不强？是不是？非常非常强啊！对，重点是，所以我说一起跟好是一起跟好是很重要的嘛，对，因为你有些跟好你都在车上嘛，对不对？你跟在车上你就可以很轻松赚钱啊，那获利它获利本来就很好啊，对，获利前三季就已经到6块多了。那么马上要进入2022年，2022年我看一个股本以上是跑不掉，是不是？然后再加上元宇宙的新东西，对不对？我说它技术能力其实蛮强的，很多人不是很清楚，它其实技术能力蛮强的，应该说它也有软体的能力啦，好，所以呢有软实力，然后又跟 NVIDIA 是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，是不是？所以 NVIDIA 的元宇宙，其实还有 NVIDIA 的 AI 也是啊。AI 自驾车也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空间是非常大，因为到明年2022的时候，你势必上用明年的获利，来去评价股价，
对，那明年你说赚十块钱，赚十块钱的元宇宙，你觉得应该值多少钱？是不是？这很清楚吗？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一般看本益比，你有成长性的本益比，基本上的话都二三十倍是原则上是跑不掉的，那只是基本的起跳啊，对不对？那元宇宙当然成长空间是非常大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如果赚十块钱到现在的股价，其实到现在也是十倍都不到啊，对不对？十倍都不到，我觉得其实它是有非常非常大的空间呢，对不对？因为十倍不到的话，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？代表它其实空间还非常大、啊。那我们再来看看，你看这是它的这个周线哈，有没有周线来跑一下哦？哦，你看看周线的话，其实有没有这个底？其实才刚刚要打完哦。你看这个底打完之后上去以后，你知道上去至少是等幅哎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人说，哎，今天创新高，后面还会再涨。好，那我觉得其实当然是会涨啊，因为你第一个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，你十块钱的 EPS 的话，它这个现在本益比就不到十倍嘛。那再来，这里是一个箱型嘛，对不对？那突破了之后有没有今天创新高突破嘛？那创新高突破以后，你这里才五十几块哦，这里是九十八块哦，五十几到九十八是多少？四十几块的纵深嘛。那你抵打完之后再翻上去，至少是等幅啊，对不对？那叫做至少是等幅，大于等于啊。对，所以你说很多人说，哎，今天创新高后面还会继续喷，对？那我觉得创新高震荡一下有啦，哦，但是接下来还是要涨。因为你抵打完之后，你翻上去那个幅度，那幅度还颇大的啊，是不是？那一个其实是蛮大的底耶，对，这个底打完以后再上去的话，那当然幅度就非常大啊，对。但是我觉得元宇宙还是你后面要注意的重点，是因为元宇宙本来就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其实你在讨论接下来的新科技，我还是一再强调这个观念哦。很多人说，哎，元宇宙你完全变成一个很大的虚拟世界，然后大家在里面有分身，然后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完全变成一个大宇宙。很多人说那个还没有这么久，对不对？我其实也讲过，这我讲很多次啊。对，你要变成全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宇宙，它当然是没有这么快。但是在那个之前，那个应用就很大了，对不对？在那之前的话，各自的小宇宙在形成的时候，还有各种应用开始的时候，那个就很大了，是不是？你应用在各个领域上面带出来商机就已经够大了。是不是？那就让股票可以大涨了，那个就足够让股票可以分出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都是新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新的商机、新的应用，接下来新的订单，是不是？还有股价的评价，对，评价也会改变啊。所以我就说，其实商机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来看看，像是大禹资也是嘛，是不是？大禹资来一开始的时候，这我们在这个喷出以前就跟大家说了，好。那么一样是 NFT 的概念，然后一样第三方支付，对不对？然后的话，它另外还有一个哈，这个很大的获利贡献，那都还没有认列，是不是？就是你看这个礼拜，它也是降喷啊，对不对？礼拜一涨停，对不对？礼拜二创新高，是不是？收盘尾盘继续拉，对不对？礼拜三昨天的时候再拉涨停板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单单这个礼拜，是单单这个礼拜其实也没几天，现在礼拜四而已嘛。可你一个礼拜下来累积的获利就很大啊，而且你看都会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跟上好股票一起买啦，对，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嘛。来，今天的话111块是创新高哈，来今天11创新高，创新高会震荡一下。那11月的单月的 EPS 13.47元，好，其实呢，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，它后面就有27块等在后面啦，对不对？27块钱是已经确定的部分，是，所以11月13.47元，其实还有14块还没有哎。后面还有14块在后面呢，的意思就是说，今年跟明年都十几块钱以上获利是跑不掉的，基本盘都已经在那里了，对不对？今年的获利会整个拉起来，明年也是整个拉起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还有一半多还没有认呢，是不是？再加上自己的后面的新游戏，明年很多新游戏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上 NFT， 对不对？还有第三方支付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，你用股价的评价来看的话，我觉得都很大的空间啊，是不是？因为那都是全新的商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创新高之后震荡一下，接下来也是要继续大涨。好，所以今天很多股票都涨到超过你想象啊。很多人说，今年有些股票都涨一些大家前面不知道的新东西，这个很正常啦。对，我再强调一次，本来哦，这个第四季就是涨新题材。那为什么是涨新题材？对不对？因为年底的时候就涨明年的新东西嘛。就涨明年新科技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人说奇怪，怎么这么会飙，这么强？哎，人家都是新的啊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是全新的商机啊，元宇宙就是这样嘛，
对不对？元宇宙就是全新的商机啊，而且你看后面会越来越多人用，后面会越来越多人开始，这个很多的大厂会开始进去，那么大厂都进去之后，就更多消费者进去，就更多人进去嘛，因为里面可以玩的更多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应用的范围更大了，所以就会更多人进去啊，所以软体硬体都会很强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才讲要把握标股啊。来，我们股票是一档一档都很强。Oh my god， 那 Oh my god 有没有？哎，你看他当时这时候是当时底打完要喷出的时候，这其实跟现在的那不是很像吗？对不对？很多人说你看像是这个大禹之这样子一路创新高嘛，对，到现在今天还在创新高啊，对，创新高后面还有一个在后面呢，对，他有一半都没有认呢，是不是？今年获利很好，明年也会很好哦，然后又有新东西啊，那立台更好玩啦、啊。立台是不是今天创新高？创新高以后你再回去看，它周线就跟当时的 Oh my God 简直就一样，是不是？这是 Oh my God 第一次换手的时候、哦，它第一次换手的时候，它前面有涨一点点，第一次换手完，你看周线打完底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当时我也跟你讲，你是很好的买点哦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？结果你看这底打完之后它怎么喷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底打完之后，结果它这样喷哦，隔天开始喷哦，对不对？隔天开始一路往上，对不对？然后。第三方支付，那么 NFT 有没有？来上去之后，后来再喷出去之后，一口气喷出去又喷三根涨停，对，又喷三根涨停啊，是不是？然后198块创新高，那现在分盘交易，现在20分钟第一天嘛，但是还是非常强啊，对，还是非常强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就讲第三方支付，其实那个市场是很大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人家成本30几块钱哎，这不得不说眼光也是很卓越。对不对？30几块钱投资的东西，成本30几块钱，现在1000多块钱，你说那个眼光厉不厉害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当时就跟你讲，哎，你看这里底打完之后有没有？它前面是有涨一点哦，那个只是前面一开始暖身哦，对不对？我说这个大底打完之后再下去，它还是要喷出，就一喷就喷三根。对，那其实你去看万续，你去看不是？你去看立台现在的走法跟现在就是一样哦，它走法其实就这样哦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一样，当时。立台这里是98块啦，对不对？今天是创新高到这边来，其实他们很跟当时位置很像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说还会继续喷，所以好股票买好啊。那重点其实还是在元宇宙，其实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元宇宙其实是最重要的主流啦。那其实就是因为空间很大嘛，对不对？产业上面发展的空间很大，对不对？而且才刚开始而已啊。来，那宏达电那就注意喽。底薪完成准备要创新高了，对不对？宏达电哦，来看一下哦。其实我当时就已经讲过，对不对？来，宏达电当时呢，我当时就跟你讲过，有没有？那他当时拉回来这里，你还记得吧？有没有这一天嘛？那当时拉回到这里的时候，那天是大盘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天大盘就最恐慌的时候啊，是不是？那我那天就跟你讲说，你到这里，这里是买哦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买点哦。因为它这是一个箱型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买点你一定要先买，然后接下来的话会越垫越高，越垫越好，这个箱型会突破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就会往上突破，所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买，然后它会开始往上垫，它会开始越垫越高，这个低点你不会再来，好，它再往上垫高的话，它是箱型会往上，往上之后再来下一次它就真的会突破了，好，就真的会突破了，对不对？那突破以后会怎样？是不是？突破以后这个就不是问题嘛，对，因为你用这么大的底型。那、啊、这个怎么会出问题？所以这个打完底上去以后，绝对是轻松创新高的啦，一定是轻松创新高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说，那个投资我们有时候要看得更深入一点，对不对？宏达电 VR 当然是个重点啊。那12月、1月的营收应该都蛮不错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 VR 不是最重要的重点，是不是？最重要的重点是软硬结合，是不是？软实力后面的爆发力才叫做大。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，这一些每一个都是很经典的，很经典的，然后很多人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又可以引申出非常非常多的，非常非常多东西的。这个你说带到 VR， 那商机有多大？对不对？然后还有 NFT， 所以商机非常大嘛。所以我才讲说，这个元宇宙现在的重点呢、啊，也是明年成长空间最大的，对不对？那里面有料的好公司，你当然要把握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还没有跟上，记得要把握。好，那么我们等一下要再继续延续这个话题，来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。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也蛮好玩的，等一下我们跟大家继续来看看。往后的一个礼拜以后，你会看到另外一件大事，这个很有趣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来。
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非凡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非凡商业台，财经第一台。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，非凡抢先报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全球新观点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非凡新闻通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，股市现场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欢迎回到现场来。好，所以呢，那这个2022的新的商机，就是一定要全力把握。好，那好在现在是在2021年底，你还没正式进入到2022，对不对？你进到2022之后，那些话题只会越来越强，只会越来越丰富，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介入，那里面的内容会变多，那里面也会更有趣，所以消费者会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所以新商机就会越来越大。好，其实我常讲说，新商机哦，通常新科技都是只会比你想象的快啦。通常都速度一定比你想象的快啦。有时候人家说，哎，这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半年就来了。有时候还更快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厂都会开始里面开始先做嘛，那里面的东西都会起来啊。那所以它整个的商机就会来得更早，是不是？元宇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元宇宙哈。那元宇宙来，那么 NFT 当然 Omega 是一路喷出了。对不对？那现在分盘交易还是很强嘛，因为分盘交易本来它就不会改变方向啊，它只是让它短线上面稍微停顿一下下，好，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强，因为人家也是一路喷出啊，对不对？那可是一路喷出，涨停涨停涨停，对不对？那来，那大禹资也强，是不是？大禹资也是今天刚创新高，好，那么后面还是一堆获利等在后面，好，所以呢 ，Oh my God， 喷出去，大禹资喷出去。对不对？那 NVIDIA 的立台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今天立台一样创新高，好，那底才刚打完呢，对不对？那底型其实跟当时的这个 Oh my God 还蛮像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 Oh my God 也是这样子打完一个底，它是先涨了一段啦，然后打了一个底以后，然后再喷出去，对。其实我觉得先跟现在的立台很像，是不是？立台也是这个礼拜，对不对？一路喷出嘛，啊，这个礼拜喷出之后，今天创新高，刚刚好打完这个底突破一下，对不对？突破以后再来。我觉得会复制一样的走势，因为它获利其实又非常好啊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说这个前三季已经6块多了，对，然后明年就10块以上的获利，对，而且我说它其实跟 NVIDIA 关系是非常深啊，所以 NVIDIA 的元宇宙之外，还有 NVIDIA 的 AI 自驾车，好，那重点就是喷出去了，都喷出去了。
对不对？这是连续涨停，连续涨停，连续涨停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一样喷出创新高。那 Meta 元宇宙，对，那还有一档啊，这档我觉得也很有趣，因为它非常非常的便宜，对，低价的元宇宙概念股。好，通常一个大的商机来的时候，那里面有利基的公司，已经掌握订单的公司，最终通常都会从低价变中价，啊，中价变高价，啊，通常都是这样啊。对不对？因为你的商机很大，你又领先先拿到东西，所以那爆发力都很强啦。好，所以呢，来另外这个我就要特别注意，好，是最便宜的元宇宙概念股。好，那话说来，我们谈到 Meta， 所以我昨天有讲到，那么所以我说以后真的会越来越多人在元宇宙里面，会越来越多人进去啦。所谓进去，不是说你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很大的宇宙，你在每一个小宇宙里面就有得弄了，那里面的商机就够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像 Meta 就是原来的 FB 打造这个水平世界，它铺成元宇宙，对啊，那现在开始之前都还没有，现在开始开放每家的成年人进去创角，是不是？那你进去了之后的话呢，来这在后面的话呢，预期之后，对不对？以后是可以造几十亿的消费者在里面，在元宇宙里面，那你知道那商机就真的很大，因为现在是非常少，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那速度会只会快不会慢。真的速度只会快不会慢的，所以我说这块是你特别要注意的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世界新的商机里面就会带动新的应用嘛，所以科技也是好的啊。我常讲明年科技一定好啊，对，为什么一定好？对不对？这些东西要成型的时候，你其他的东西也都很需要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网络也会加速建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这个新的这个先进的晶圆代工也会更加速嘛，因为这些东西都只会被逼得更快啦。所以明天当然好嘛，明天台湾一定好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科技股本来就我们重点啊，那科技股又有新科技的时候就更重要，所以我就说要把握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，今天是23号，对不对？23号，那么就再过几天，一个礼拜之内啦，对，再过不久之后你会看到这个东西，好，这个是百度的元宇宙，好，百度的元宇宙。在12月27号，对不对？它叫做西洋，在西洋的 App 里面，那么这个是同时可以容纳10万人在里面的。好，所以27号其实距离现在其实时间也是蛮接近啊。好，就剩没有几天嘛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现在看看这个是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欢迎的，好，来到这个百度的东西。好，啊，百度的西洋里面，它就是一个，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啊。但是里面非常非常多的应用，那是我刚刚讲10万个人在里面，对不对？那可以同时10万个人在里面，那跟你在这个玩游戏不一样，当然它里面会有很多会有一些很重量级的人士来，所以里面就会非常有一些新的活动就很精彩。好，那你可以在里面听演唱会，你可以在里面听演讲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它里面有完全仿造以前的长安城、北京城等等之类的，然后呢，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一个娱乐，还有包括这个少林寺啊，等等之类的东西啊。啊，这里面的话，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因为它跟游戏不一样。一般的游戏你进去之后，你讲话你就用打字的嘛，你只能用打字的啊。但是这个是元宇宙的概念进去的，那个就不一样了。但是你真的可以讲话，你真的可以讲话哦。对，而且你讲话是你旁边的人是真的听得到。是不是你在元宇宙里面，我跟你在旁边，对不对？你就在我隔壁，那我可以在那里直接跟你讲话，这完全身临其境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可以大喊一声，很远的人也会听到，但是他就听得比较小声，他就完完全全跟现在游戏不一样。现在游戏是你只能在线上打打字啊，什么没有身临其境，好，那个是完全身临其境的，所以我说那个很精彩，那可以跳很多场景，你可以现在长安城，在长安城之后跳到北京城。对不对？然后再来的话，你可以再到运动赛事的现场去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说，10万人同时在线，这个很好玩。一个礼拜之内，我们就会看到。好，所以我就说，新商机其实是很大的，对不对？新世界的商机啊，因为它是这么多人一起，而且是你就直接可以讲话，对，是沉浸式的东西。啊，沉浸式之后，你又可以对话，对。然后，所以我觉得那跟游戏完全不一样哎。所以我就讲，元宇宙的东西是很大的，对不对？它可以把它应用在各个层面里，对，应用在各个层面里面都是全新的商机。那那个商机的体验又比现在好太多，所以你不管用在旅游里面，用在娱乐里面，用在教育里面，用在工作里面，我觉得那将来都是非取代不可吧。
那你看商机有多大？不用等到变成一个大宇宙，这些商机就已经很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你标股要买好嘛，是不是？还没有跟上，当然要跟上啊，因为新科技就是比速度啊，简单讲就是这样啊。对投资的角度来讲，就比速度，对不对？谁最早知道？是不是？你越早了解，越容易赚大钱。等到它真的成型了，真的变成一个很大宇宙，真的满地都是商机，商机已经很大的时候，股价该涨的都不知道喷去哪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新科技越早了解越好。好，所以元宇宙要把握元宇宙的标股了，对，因为已经一档一档喷出了，是不是？那当然，你还没有介入的话，你当然要把它锁定好，对不对？锁定好接下来的标股。好，所以呢 ，Oh my God， 喷出去了，对不对？连续涨停，连续喷出大禹资，连续喷出，今天继续创新高，立台一样创新高，有没有？连续涨停板，今天续创新高。那元宇宙里面还有哪一些正要发动的标股？注意正要发动哦。哦，我不是跟你讲说它已经涨停、涨停、涨停，我不是跟你讲说前面的，我是跟你讲正要发动的标股，对不对？立即性强的，手上有订单的，对不对？明天要大成长的，然后正要发动的。是不是？那你当然就趁这个时候把握好嘛，是不是？把它都买好啊，当时现在都买好啊，对不对？等它喷出去之后，你的获利就很大嘛，因为你一定不是等它一直喷出去，喷了很多之后，那讲就没意思啦。所以我说，来 ，Oh my God， 大禹资、立台都已经喷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那还会继续喷出，还会继续大涨。那重点是还有哪一些正要喷出的标股，对不对？把它都买好，跟我们一起把它都买好，对不对？明天就可以买好啦。是不是明天你就可以顺便把下礼拜最强的标股把它买好啊？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记得把握了，来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，是不是一起来把握新的标股正要喷出的元宇宙？记得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，一起来赚大钱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